愿意送我点血吗？我的杯子已经空了一半，我说一定不能怂。我是不会退后一步的。我非常乐意来那么一品脱鲜血。我操！机器人这个高包，还好垃圾在，不然我就直接死了。好极了！收获之月，多美妙的名字！看机器人还在这位置，他出来我直接干，真的直接干。对，不用翻一波就行了，不用这样子来的。我喜欢有心脏的勇士，并且绝对不会让他们过期。那个，我用 W 升六，我马上升六了，你还是待不住啊？这有点贪喽。一次重大的抉择。血块变空，
赛。我觉得让我很不爽，确实不公平。第一波不算吧，我觉得第一波只能说魔法机来得很及时，这东西就是有点运气成分。第二波蓝刀来帮他打了一个，帮我打了一套伤害，其实无关要紧的。其实第一波打完落锁就玩不了了，你知道吗？第一波打完落锁就确实很难玩。先防一下机器人，没大招。所以我不想被认出来，你知道吗？被认出来之后，队友就会一直来帮你。我不喜欢被别人帮。收获之夜，多美妙的名字。敌人将瑟瑟发抖。入手确实有点玩不了了，他已经急了。他如果就算 Q 闪没失误，因为距离算好了，他 Q 回到血了又能咋样？还是杀不了我。他已经急了，他不等大招就上了，彻底急了。好像上波 Q 闪失误是压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了。哦，哎，我有一把急了，我操，放了个石头人过来了，应该是吵架了。他这个有线不吃，要刷石头人，应该是在和机器人抢野怪呢。血块变厚，人又不见了。你们说这他们这对面这个上野第一波是谁的问题？他们第一波打完确实就没办法。他们第一波谁的问题吗？一次正打。骆驼现在挂机，应该是在打字去了。也可能在刷机器人的野怪去了，可能在刷 F6 了。在这里面藏着。没有，在刷野去了。挖机的问题，就应该把我抓死，把主播抓死，他们就不会吵架了。但是这治标不治本啊！那就算他这波把我杀了，那后面万一他们又是在落水被我单杀，机器人肯定又要骂他了，抓了还被单杀，没办法这东西。他还是挺想玩的，
后面有砍伤。350啊，砍伤挺值钱啊。难道去上吧？难道去上吧？那难道对线压力挺大的？难道打辛德拉确实不好打？我帮他对一下线。啊！我操！我没注意到这先锋，我是你的哥，他一个人吃了360。我是杜城 A 一下，哎呀，那我必须用 W 躲他这个推啊。这机器人，我操，把我杀溜啊！马前飞鱼，这波回家不想出帽子，不进剑。我的肤色确实很苍白，也不缺伤害，不缺帽子那点伤害。加点一束，杀出加点一束。我操！守护之刃，要冲了。谁在说我急躁？750的法强，
他妈的征服者和这个先驱石人们加了100把钱，我操，冒险就只能加100了。帽子的那个被动也只能加100了。血块。想学吸血鬼的兄弟们，记得关注一下哦。